你好，叮当送药，请问是秦先生家吗？是。哦，您的药。药啊，谢谢。麻烦给个5星好评。谢谢谢谢。今天我是不会对你出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把剑，锦儿所化。你可以为了成为高高在上的天君，忘却3000年的记忆，而我做不到。我永远也做不到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姐 ，OK， wonderful， 下一条，换场3G29场，3G29。那个服装老师给演员换件衣服啊，不用换水，雨飞。来了，导演好，进去换衣服吧。我给你把药拿过来了。药馆阿坤就好。阿坤，先把药放到包里去。好的，哥。去化妆吧，化妆间等着。我带你去。哎，坤哥，你能帮我买几杯咖啡吗？今天要拍挺久的，婷婷又不在。哦，您喝什么？摩卡就行。一会儿把钱转给你啊。不用不用，我请您。谢谢啊。孙老师好。啊，雨飞老师，您画纪念的章吧？来来来，您快坐。雨飞老师，老师，大概要画多久？大概2个小时吧，头发有些慢，时间还来得及的。为什么螺蛳粉那么臭？什么螺蛳粉那么臭？这么好吃？酸啊，乌龙，对。为什么秦天会这么厉害？你化妆睡觉，做梦还吃螺蛳粉？我哪有梦见吃螺蛳粉啊？我就是啊，都花了，都怪你，我一会要被骂了。你给我。忽略了多少记忆，看不见你的消息，你在谁的身边那么刻意？多久了还没忘记？凌晨3点半的你还不睡觉，熬夜等谁消息？你别再犹豫，别再分不清，我们之间存在多少距离？你别再靠近，别再做多情，我的心情不由你。爱能否可以不再计
想着能帮你点忙，希望没有给你添麻烦。哦，谢谢老师，妆已经化完了，出去换一下服装就可以去现场了。老师，如果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演戏，也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节奏吗？演戏是演戏，本能是本能，和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没人能控制住这种情绪。秦老师，